摇起来。喜欢的们鲜花都来，有没有想要成主播的小爸呢？可以可来。有没有大哥给老弟搂点小八那个老弟上一把，老弟整把主播行吗？好不好？哎呦不错哟，呵呵，欢迎王爷啊！来感谢凤远哥，有没有咱们八零队的大哥给老弟在楼上一搂的？现在他妈的每天起来之后，我的嗓子就是里边总有痰，特别难受，上火了，但是我每天一直在喝水啊。感谢老铁的鲜花来。英子，你今天有事吗？一会儿直播完有事吗？一会儿白天有事吗？几点有事？好缘分的啊，降啥火？我是合计没事的话就再多开一会儿，今天晚上不没多少吗？行不行？